又被荷尔蒙吸引到了，不可以，不可以在他这个时候占他的便宜。但是他折腾了一晚上，应该很累了吧？我也是，我也很累。跟我一起睡，我不要一个人睡。我可以，我是方冷，怎么可能喝醉呢？很可爱。玄武，哎，干嘛？你干嘛推我？谁让你不老实？我哪有？什么呀？是你，你昨天晚上。他把我的手摁在你的胸上，跟我说：“啊，小姐姐，你不要走，你给我讲故事。”哼，小姐姐，哎，你这个人睡觉口水怎么流这么多？没有流口水，你放手。你饿了，给你做吃的。我没饿。两个蛋，两个肠，谢谢。没想到你也有优点。你平时都是一个人吃这么多吗？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就只喝一杯美式。一个人吃饭怕浪费，就会随便吃点什么。但是如果是两个人吃的话，就会吃很多很丰盛。你可以考虑以后吃早饭的时候叫啊，反正就在隔壁嘛，很近的。当然如果你觉得两个人吃还不够的话，我可以把柴姐和小布都叫过来，我们四个人一起吃。算了吧，我原谅你了。啊，只能怪我太优秀了，你才会不受控制的被我吸引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只能怪你的意志力太单薄，唉，也是因为我完美到无可挑剔，总是会惹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。但是你还是提早放弃吧，我们之间不会有结果的。人在自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是自负，我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，不喜欢你，我只是喜欢你的味道而已。我的味道？糟了，输了。你是一个非常有味道的男人，我很欣赏。味道？吃饱了，你自己慢慢吃吧。刚好端过去跟柴姐小布一起吃。小布，柴姐，快来尝一尝我新做的三明治。我们祝贺方总和小七百年好合，傲娇霸总还有二货外卖员的爱情故事终于要修成正果了。你们两个就是待了一晚，你们怎么那么兴奋？待了一晚，
奇怪。其实我也不懂，我只是配合一下。跟我讲一讲，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细节？细节？小布，赶紧把我昨天买的瓜子儿给我拿过来。哦。啊，来吧，小七，告诉我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每一个细节都要告诉我啊。我跟他呢，我们两个就是。